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是香菇素灶。准备的材料有杏鲍菇、百叶豆腐，还有香菇。将香菇切成小丁，杏鲍菇切丁，百叶豆腐用手把它给捏烂就好了。锅内放油，爆香香菇、杏鲍菇。爆香需要一点时间，香菇炒香以后加糖、酱油，先让香菇吸满酱汁，再把百叶豆腐放进来。姜胡椒粉13香，炒了大概5分钟，加入香菇水、水，加入酱油调味，加入冰糖，盖上盖子，转中小火，再煮15到20分钟。一碗白饭，淋上素灶，简单的一餐也就完成了。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，轻松开饭，健康无负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